镇东门曾经人挤人，如今很多旺铺出租。深圳东门老街，又一家肯德基闭店，有你的回忆吗？刚刚过去的618购物节，多个电商平台销售额再创新高，快递小哥的加班加点展示着中国消费的活力。中国经济的稳健表现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